那我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下 U 是几？ 50， 下 V 是几？ -42， 好不好？问你这哪些这五个向量哪一个长度最大，怎么算？哎，这里老师会建议大家哈，我们只用暴力法。很多同学跟我讲，哎，老师，这个向量 U， 这两向量 V， 哎，这两垂直，哎，你看看，它内积算出来等于零，垂直，哎，哎，这好像有比较特殊的方法，有没有？就算有，老师建议大家，因为数字怎样可爱，直接算出来，直接暴力法取绝对值，把长度算出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去想太多，因为想太多不一定比较快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一个不一定比较快，第二个也不一定好算嘛，所以说老师建议大家就直接怎样带进去了。好，负的向量 U 的绝对值是几？负的向量 U 是几？把负三带进去，先把它算出来，把负三直接乘进去，行不行？之后再把它抓起来取什么值？绝对值，等于根号，把坐标平方平方负十五平方25加上负30平方900，所以算出来多少？根号1125，这样就出来了，行不行？行后老师开出来多少不在乎，我只要比大小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再把6倍向 V 先算出来，乘上6负24 12，你再把这抓起来取什么值？绝对值，负24平方576加上12平方144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是根号多少？720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样就好了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也是一样，这比较麻烦一点点而已。来，向量 U 是几？50，减掉5倍的向量 V 是几？-42。OK， 把它算一下，好不好？先看 X， -10，减掉-20加20是几？10。看 Y。-20减掉10是几？-7 3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今天把它抓起来取什么值？绝对值，这样行不行？一样，把这平方加平方，开根号，根号12平方100，负30平方900，开出来根号多少？1000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 OK， 再来，这也是一样，好不好？两倍向量 U 是几？50，这样行不行？减掉5倍向量 V 是几？-42，这样行不行？设法算出来，10减掉-20加20，10加20是几？30。20减掉10是几？0，加20减掉10是几？10，这样行不行？一样，把它算出来的时候，直接把这样抓起来，把它取绝对值，根号30平方900，加上12平方，12平方100，算出来根号多少？1000。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还是 A 最大，对不对？最后再把这算一下，来，向量 U 长度是几？50，加上7倍多少？向量 V 的长度是几？-42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把它算出来，-28，五减掉-28，-23，再看 Y， 10，七24，24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题目求多少？题目今天要把向量 U 加上7倍向量 V 的绝对值，等于根号，把平方，-23平方529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 OK， 加上24平方576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是根号多少啊？1105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很明显可以知道，你去比较1、2、3、4、5，哪个最大啊？ A 选项是最大，所以说答案选几？选 A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OK。